校長好親切友善咯。我覺得個環境好舒服咯，即係有種鳥語花香嘅感覺。我對恒大嘅印象就係佢越變越大咯。我係住呢度附近嘅，然後我就睇住佢慢慢由白色嘅校園就褪咗出嚟，就起咗啲新嘅黃色嘅 building， 咁就起得好靚咯。第一印象好超咯，睇到啲過往啲人都好行路都好有個笑容喺度，覺得啊好 energetic 喺度讀書嘅話會。交通又方便啦，環境又舒適喎，十分好。比較想去 canteen 咯，民以食為天，我自己都係比較在意呢度嘅食物方面嘅嘢。我想試下上妝，體驗下大學生活，做一個真真正正嘅恒大人先啦。想去圖書館嘅，我見到佢入邊嘅facility 都好齊全啦。上妝，呢個諗下先，拍拖。唔理啊呢個。唔係啊，佢係留喺一件事度㗎。是但咯，咪拍拖。係啊係係。哦係係。上妝住 hall 拍拖。係啊，咁拍拖拍拖住一個。係 exchange 啊？我讀書哦。OK。唔係走堂哦。我會係想專心讀好書嗰種啦，同埋盡量喺學業入面或者課外有多啲經驗咯，出鋪就唔使啦。住 hall。住科，成日聽啲人住科好好玩嘅，我想試下咁。可能你同 friend 出去住，咁都可以獨立，但係喺科一定係會有更加多你未必認識曬嘅人，可能唔同科嘅人，即係喺其他人身上學習嘅機會啦。GPA 攞4，全部都做過曬就唔會後悔啦。第六件事咪識下朋友啊，即係大學都係一個。聽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 stage 嚟，咁你喺度識嘅朋友，可能對你將來出到去做嘢都有幫助嘅。可能我哋讀 business 啦，所以我哋可能第六件事就想開一家 IG shop 去經營下咗一啲小生意 exchange， 我覺得擴闊下自己眼界咯，即係睇下學校以外嘅世界究竟係點樣。想入校隊咯，係啊，我想入羽毛球校隊。就是學業進步啦，真的興奮。恒大太好，真的很興奮。多姿多彩，博盡無悔咯。但我又不可以淨精彩形容，因為我覺得呢件事將係我人生往後最多機會去 review 嘅一樣嘢。我想做一個攝影師咯，雖然賺錢唔係好多，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啲片啲人都中意睇嘅，咁其實我都會繼續拍嘅。我自己有自己嘅方向，我嘅方向係搞生意。咁我相信我讀完呢四年之後，我會更加堅定去向呢個方向行。我嘅目標就係希望揾到自己目標啦，揾到自己想做嘅嘢咯。Hello， 咁多位師弟師妹，咁記得嚟恒大。放鬆咁樣去享受大學嘅生活啦！我都好希望你哋係真係完咗畢業咗之後，回顧翻呢一段嘅大學時光嘅時候，就可以覺得係無悔嘅，係值得嘅，係珍貴嘅。